弟兄姊妹，那这一节课呢，我将用漂泊这首歌呢来对左手的伴奏进行第二级的示范。好，那我希望说我会在这首歌里面教四种伴奏类型，那我希望说大家可以更加灵活的运用到别的诗歌，特别是上一次教完以后已经有姊妹就是非常好的运用到别的诗歌，这是我最想看到的。好，那首先呢，我来介绍一下今天会用的四种伴奏。第一种伴奏一定要听我数拍子啊。好，第一种伴奏是，我以 E 和弦举例子啊。第一个和弦，一大二大三大四大，就是说一三四我都弹了，那二大是二是空缺的，在二大的大往下弹。我再来一遍啊，一大二大三大四大。好，我再以第三小节的 A 和弦举例子，一大二大三大四大。好，我们当我们弹后面的注释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用这种省略三音或者加母三音都没有关系，不一定要局限在三个音里面啊。那我以 A 和弦举例子，一大。那上一次完了以后呢，就有姊妹跟我说，老师，我的手八度够不着，怎么办呢？ OK， 那我们可以省略我们的大指，一大二大三大四大，一大二大三大四大，这样子有没有比较好的帮助你们呢？ OK， 好，那第二种伴奏类型是这一首歌我觉得最困难的一种伴奏类型啊，我们试试看。也是听我数拍子啊，我以第二小节的 B 和弦为例子，一大二大三大四大，其实也就是在三大的三的时候没有，别的时候都有啊。一大二大三大四大，我最后再来一遍啊，一大二大三大四大。OK 吗？好，第三种类型就相对简单一点了，我还是以。第四小节的 B 和弦为例子啊，是一大二大三大四大。OK， 好，最后一种呢，它其实跟第二种的节奏类型是完全一模一样的，只是我用了分解的方式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我以副歌部分《何等喜乐》的 E 和弦开始啊，一大二大三大四大，看到吗？最后三个音我就把它给拆开来了啊，下一小节。一大二大三大四大，一大二大三大四大，一大二大三大四大。如果你的手不够大，那我们就省略我们的大指，试一下啊。一大二大三大四大，一大二大三大四大，一大二大三大四大，也可以。不会影响你对音乐的表达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来加上我的右手试试看它的效果啊。那从头开始，第一小节是在这，一大二大三大四大。好，再来一遍啊，一大二大三大四大。 OK， 我再快一点恢复到原速，对不起，这就是它原来的速度的效果。好，我们走到第二小节，用的是第二种伴奏啊，就是一大二大三大四大，然后就是一大二大三大四大。哎，我为什么要用在这一小节用这种伴奏，用这种相对复杂的伴奏？其实观看我们的右手啊，它就是，是不是就停在这里了？它没有别的东西了，就是因为它的右手的音少，可是这首歌整一个我需要不断的往前走，所以这个时候我左手的伴奏才让它更加丰富一点，可以推着音乐往前走。那我们再来一下啊，一大二大三大四大，没有问题。下一小节跟第一小节一样，一大二大三大四大。好，接下来一小节非常简单，就是一大二大三大四大。除了第一拍是一下，后面都是两下两下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这一小节只有一个音，所以我要用我的左手帮助它变得更加的丰富一点啊。好，有记得我之前用这首歌举例加花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把加花加上去。
循环反复使用，然后在音长音的时候我用上第三种伴奏啊。好，现在我用元素把副歌前面的一部分完整的弹一遍。是啊，希望没有就是临时发挥了一点什么。好，现在我们到了一个延长记号的音，有没有？那基础班的同学我们以后会详细的讲延长，那在这里它的延长非常的特别啊，我们一般会这样弹，因为它是一种哦，它是一种抒发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会用正音的方式。那什么叫正音呢？好，它的咪发，然后咪是不是在 E 和弦上面，就是一个 E 和弦，对不对？咪嗦嗦西嗦嗦西咪，然后我的右手我的左手也是在 E 和弦上面。好，正音就是从我的左边到右边来回走，比如说我用左手举一个例，就是这样，就是正音。那我们弹正音的时候记住一定要首先这样在空气中甩一甩，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运动，然后那右手也是一样，那只不过我想再加上一个 C， 对，它的音可以更加的饱满一点啊，对，就产生一种哦的推动感。 OK， 好，踩踏板，然后第二个音不是B 和弦，然后是发升发吗？那 B 和弦是 C 升发升发，对不对？刚好在 C 升发之间，那这个也是一样。好，我们来一下啊。OK， 好，现在这个一整个部分，我都会大量的用我们的第四种伴奏方式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是非常需要。摇摆也好或者什么也好，因为它这边是非常的洒脱非常的潇洒的一个境界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，可是我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我非常非常喜乐。 OK， 所以我就用了第四种方式。看到了，我就用了分解然后爬音往回走，这样再来一下啊。一拍我觉得非常的强调，于是我就是看到了，我的左手也是用我坚定的四分音符来强调它。好，这里又回到了我的第二种伴奏方式，然后我再回来，发挥。 OK，
那这就是今天的这个左手的伴奏讲解了。那希望你们真的可以活学活用，然后可以运用到更多非常 powerful 非常轻快非常活泼的音乐里面。 OK，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